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祥林。我们继续回来这个锡安小镇吧。这一次的话呢，有一些奇奇怪怪，也不是很奇怪的地图吧。反正每一张地图其实都蛮怪的啊。这个十三号星期五，有两个不同的作者。这边还有十三号星期五的第二版本，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做的。那这个是，反正不管怎样，我们先玩其中一张地图进来看一下。警告：以下内容可能包含血腥、暴力、裸露等情节。请观众自行斟酌是否观看。好的，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十三号星期五应该就是有关于那个面具杀人狂杰森的故事吧？那这个是在某个营地里面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什么？水晶湖的营地在这里有个水晶湖，那我们就是那位杰森嘛。所以你在这边贩卖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有人可以在湖边这边贩卖这种武器的吗？这家伙死不足惜啊！哦，这个其实他们营地的那个绳子这样子拉的啊，被我当成武器拿来直接拿了啊！好吧，这里面还有这有厕所，公共厕所哎，有人哎，不愧是十三号星期五，这个人这么黑的情况之下，我连他的脸都很难瞧见了。你好，就是要这么黑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这么黑，才躲得了人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人在这边很高兴的在这里露营当中，但是他不知道就要大难临头了。他们这些人还在这里这么高兴的在跳舞，看来人真的也不少喂。这边你哪位？为什么我刚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？我刚进来真的没看到他哎。好吧，我先拿一把比较厉害一点的武器，然后我们先离开一下吧。所以那上面有那个叫太阳的东西啦，在那边转来转去。OK。他们跳得很高兴，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的高兴。原来还有厨师，这个营地还蛮好的嘛，这里绝对是观光用的。看来整张地图做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嘛，很有感觉啊，真的很有那个露营的感觉。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这个是在露营的时候，总是会发生的一些奇特现象这样子。这么黑，那一定不是往那边。再来是哦，最后大魔头是不是？哦，已经开战，已经开战。我先砍他那个几刀。哇吼，哇吼，哇吼！最后的大魔头。哎，这好黑哦。这么黑的情况之下，很难看得见啊。这么黑不行，这么黑不行，怎么跟他打？啊，这一关其实就用这个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把他们所有人都引过去，对不对？怎么没事？怎么你没事？你没事？我想说是把他们引到火堆那边去的话，我大概就可以轻松的获胜啊！真的，来，被火烧吧，被火烧！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那这一关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过了啊！我被卡住了，刚刚是什么东西把我卡住了？就是这张椅子，他把我卡住了，真该死！来，继续燃烧，继续燃烧，继续燃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最大魔头应该是就是最难打的一个部分了吧？但是只要让他一直被烧就行了。可是天哪，他好强啊！火没了吗？哦，火是间歇性的，但是这个间歇性有点太那个了，中间停顿有点长。啊，他还没有被烧哎！现在刚刚被他摸到的那一下，被他砍到的那一下，太危险了吧？我们只能一直绕了，对不对？嗨，这个也算是一种露营在玩，对不对？跟这个大 boss 在玩游戏就对了。哦吼，差点被他挥到啊！怎么那么刚好是火没了的时候，他刚好走过来。他果然聪明，嘿，还想要挥我啊你？你以为我那么容易被你挥到吗？来，烧吧你啊！哇，他聪明啊，他学聪明了。我已经打断了这么多这个东西了，烧！Nice，真的就他血最多啊，最终 boss，他应该是最终 boss 啊，怎么这么早就面对到他了？这张地图真的一开始不能走到这么深入啊！来，烧吧，至少继续让他被烧了。总共只有44个人，可是居然是这么的惊险。是的，有人又从我后面那边打了我一下，所以最一开始我们就从最一开始这边杀过去就对了。还有几个人在这里面的，先踹他一脚再说了，拜拜。拿着这个，给我打，打就对了。所以那边还有人拿着吉他吗？
是刚刚在露营那边的人，对不对？营地那边营火附近的人，在弹吉他的那个家伙吧，就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有两个人已经打起来了，你又没有，又没脱裤子，打什么马赛克？你们这些家伙，所以这边又有三个人在这里面就对了。他们完全把厕所给占满了，到底是想怎样？看就知道他们绝对有问题。十三号星期五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问题啊，哈哈，其实并不光只是一个最终 BOSS 有问题而已。哎，他怎么没有被烧？来啊！很暗哦，我认为最麻烦的是有点暗啊，他们会从各种死角杀出来，但是这边也都有各种武器让我拿啊。果然没有错，他们专门啊从黑暗处冲出来，然后往你的屁股打的。我先把这个东西用光好了，来走过来，走过来，了不起就走过来啊！有种是不是？哦，他们直接从火堆走过来，没有事哎、欸。你们是学过什么神功对不对？那种在路边表演走过火堆没有事的人就是他们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进来了。这边又有另外一个，这个是壁炉的火在这里啦。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武器让我用啊？用这个好了。我相信我手上这个东西也是很强的啦。你们没有武器也敢过来？也敢过来？过来嘛你！居然没有踢死他。这个打不到，打到，把他打死了。所以再次这边我们拿吉他打一下好了。哇、哦！不愧是一个营地啊！哦，好个营地，好你个营地！有其他的武器吗？我这边只能抓这种东西啊！嘿，你干嘛？飞奔啊！居然又用飞扑这一招，真是的！这些家伙专门用飞扑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你们两个的性情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鸡腿送我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你们两个。那就让我多打扰一下吧。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好武器啊？会藏在床底下，到底有没有东西啊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感觉不像是会有什么其他东西的样子。这两个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，但是我也要走出这片森林的啊，任务没完成之前，我走不出这片森，这边应该说是湖才对，走不出这湖边的啊。所以还有这么多人吗？总觉得我已经打掉超多了，哇！踢不到，外面这边还有没有？应该还有的吧？这个帐篷这边附近这么多的东西，剩九个，剩八个，剩七个，哈哈哈！哇，最后这三下挥得很爽，剩七个了，所以剩下的最后七个在哪里啊？是还有比较好一点的武器嘛？在最一开始的那个摊子那边，来六五四。三二一，好，所以这边就是剩下最后的那几个人，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最大的 BOSS 了。首先是这边这三个，先解决就对了。哇，这些吉他为什么这么弱啊？啊，吉他拿来这样用，当然也是蛮弱的，是没错了。可恶，看着好像有什么超好用的武器，但是事实上又没有。好吧，现在最后一个了，最终的大 BOSS 了，他的武力特别高超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稍微走近一下，先看他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让我用好了。感觉上不像有哎、欸，他纯粹就是只有一些钱而已。看样子我必须要在很远的地方先电他个三下，对不对？把他电三下，先给他个下马威。可是感觉上真的不像是有什么好用的武器啦。这边是还有一些啦，拿这个好了啦，我拿一下好了。大砍刀，我记得不是有大砍刀的吗？哦，对耶，不是有大砍刀。大砍刀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在一开始这里面呢？哦，不对，这边厕所啊。大砍刀在楼上了，在楼上对不对？这里面啦，就是这里面了。所以先拿个大砍刀好了。那有什么好武器，我们上来这边拿就可以了。来吧，先来给他一个下马威吧。来了，瞄准了就是你。虽然说我觉得这三下电下去，他大概也没什么反应吧，对不对？他拿起了那一把巨大的大砍刀了，第二下来了，可以电他几下，我还不清楚啊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一直狂电他就是了。哇，他冲过来了，可能只能电他两下，对不对？第三下可以了，结束，电了他三下，他感觉毫发无伤。我觉得还是只能够让他被烧，不然我就完蛋了，真糟糕。这火真的是，这火超弱，
这火太弱了。喂、欸，为什么刚刚打他那么久他没死，现在挥他个几刀他就死了？凭什么啊？为什么啊？喂，你站起来给我说句话啊！你大胡子。怎么搞的？为什么？是不是我刚才只攻他要害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那看他的要害被我打的已经不成人样了，太可怕了。好吧，我们再来玩另外一张这个13号星期五，在这里。哇，好大一声啊！刚才怎么突然之间有那么大一声？已经原来是已经有人倒卧在了血池里面了，就是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不是挂掉了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挂了。一开始已经先挂了两个人了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砍刀，一开始看样子我们就是真正的大魔头了。我真正的大魔头好像走不出去啊，真正的大魔头呢无法从这边走出去，哦，从这边出去了。啊，所以一样就是一样，这一座湖的这一座对这一座湖，只是上面没有写。那刚刚那张地图呢是有写，对不对？水晶湖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还有人一样，还是有萤火在这里的。嗨，你们看到我不会觉得很害怕吗？我手上可是抓着这个大砍刀、欸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球棒在这边，你们正在烧当中。那、这里是一个挺不错的营地啊，哈，对不对？里面还有多少人啊？你们这些人这么暗，这里面干嘛呀？这么暗，你们想要弄什么吃的吗？太暗了吧？啊，你这一摊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准备让人中毒的东西吧？我觉得不太妙，哈哈哈，我是在为民除害吧？这个我本身并不是什么杀人大魔头，实在是啊，你又是谁啊？这是旅店的应该说民宿吗？还是旅店的老板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也抓了大砍刀？我先把它解决掉好了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有人看到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人看到我做了什么事情，所以说目前还没有引发大混战，因为没有人发现我做了什么事情。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可怕。这后面这边还好，还是好黑哦。这边又有什么？这么多的杠铃在这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？这边是全纸哎、欸，好黑哦。整张地图，我觉得不会往这边走哎、欸。这边还有也是要有公共厕所的存在、欸、哦。这边是炸死了吧？这边，天哪，这边有一个人，因为吃了太多不好的食物，在这边喷发了一下子之后。就这样子归天了、啊，天哪、啊，好可怜啊！我们果然是来为民除害的。这里面的人到底都拿一些什么东西出来给人家吃啊？那么看来最麻烦的大概就是这边的人了吧，对不对？优先先解决掉其中一个吧。拜拜！就他们自己会打起来嘛？哎，我们还是过来这边吧。明明就有一个大魔头在旁边这边杀人杀得很高兴，但是他们竟然还会起内讧，有没有？这些人本来就很该死啦。拜拜，不是吗？是这样子被我全杀了，太简单了吧？再来是这里面的人了，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彪形大汉，哎、欸，又是个彪形大汉，直接被我给挥死啊！简单，太简单了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，看来他们是在到处啦，各个地方都有。哎、欸，我手上的大砍刀是不是无限耐久度啊？哎、欸，穿西装了。穿西装真的血都比较多哎、欸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来、啊、来来来来来来，不愧是13号星期五，大魔头杰森，哇！身为一个大魔头，我根本就不是很害怕被他们打到啊！我刚刚就站在那边被他们打，顺便摸了个几下之后，我还活着，就对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哇，真的是哦，这些人真的是哦，你们到底在干嘛呀？你们哦，哈哈哈。会直接埋到地底下是什么状况？哇，拳击手！哦，我的大砍刀好强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这个埋到地底下的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阴谁啊你？来啊！不好意思打扰你们限制，但是这就是我，杀人魔杰森，杀人魔，这已经不叫杰森了，叫杀人魔祥林。我怎么被卡住了？杀人魔祥林被卡住了，被地图卡住了。这边是哦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所以哦，这边怎么会是一个奇怪的通道啊？不管他们了。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房间要进去呢。哎，你躲在阴暗处，你以为我看不到你呀、啊？想得美哦！哇，这个完全是体验一种，真的是一种另外一种快感哎、欸！
这张地图也是超棒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像一切都是在暗杀。这边还有人坐在这里吃东西，这上面的人先解决掉好了。还有这一个先解决掉。哎，跟你们一起的人都被砍掉，你们怎么还在那边无动于衷，还吃牛排啊？你们搞什么鬼？先解决掉你们这些家伙，真的是。啊！我把你的伙伴杀了，你应该是来打我吧？你为什么两个自己起内讧了啊？该死，对不对？这就叫做该死！你们这些家伙就是该死！我们到了这边又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是一种造景而已吧。所以这一座观湖风景嘛，观湖风景园区这样子。那湖在哪里？好像没有湖。然后人呢？还有超过十个人，然而我却……哦，这边是那个通道嘛，对不对？刚刚的通道是不是要走这个通道？应该是要走那个通道的。我知道了，不然其他的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要去哪里找？看着是这个通道了，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，然后再把大砍刀拿回来，走，看着我们得走这个通道，走到底就可以到达更加秘密的场所，对不对？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俱乐部所在地吗？没有人啊，有门，这里有门。果然还有另外一个俱乐部在这里，可是感觉没有很嗨啊，这个。来吧，居然会有这种秘密的俱乐部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果然是充满了邪恶。看来我突然之间已经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了，有没有？这么多的邪恶在这里，还有你，来。穿着白色西装的，我知道穿着白色西装的超强，剩下九个人，哇！幸亏他没有好武器，不然这个白色西装的不知道怎么打。这个白色西装的超强，太哦，终于是解决掉了，剩下最后的六个人了。然而这里面应该是没有六个人这么多哎、欸，所以剩下五个，剩下四个，还有一个地方，哇！还在跟我玩捉迷藏就对了，哎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在这里，这里面有多少人呢？这里面就一个，你没事吧？老兄你怎么了？老兄你怎么了？老兄，老兄他并不是一个活人、欸，我们还有四个人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是不是在这一个里面？也就是说，这一个湖这个餐厅里面呢，这些厨师。是完全不管世事的，但是我们其实还有两个人这样子，还有两个人不管世事，没有错，他们完全不管，那怎么办？我还要找，还有两个人哎、欸，还有两个人躲在哪里啊？哦，原来是躺着的，这边还有，所以说一些小房间里面都有，还有几个躺着的人，是不是？我还没解决掉吗？躺着是不是？还有人躺着是不是？这边的东西都解决掉了，躺着的不是都解决掉了吗？剩下一个人了，最后一个人在跟我玩捉迷藏就对了，真会躲，是不是你？就是你了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不知道这个不是也被我已经砍掉了吗？看来看去就是在这一栋仓库里面，有没有？我就知道，果然是在这个仓库里面，而且他居然会有枪械耶、欸，他居然有枪械，躲在这个地方。进来的时候还真的很容易忽略、欸，这边继续往前走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一堆的地方，往前面走是那个 club 那一边啊，俱乐部。结果居然一个人就躲在了这里，该死！先踹他个一脚，再砍他一刀，真是该死！再开他最后一枪 ，OK， 发泄完。看来这，喂，我这两张地图呢，都还蛮有感觉的，而且这第二张这个地图其实很有那种。那个杰森啊，那种一种霸气的那种屠杀感欸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邪蓝小镇啦、啊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咯，我们下一回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